你们拦车啊，我们每个路口都设人员要检查，车辆人员叫他下来检查一下。我说你这个保安啊，今天是我大喜日子，你看我哪里像那种人贩子？那你也不要为难，这也是我的工作，你打开车门让我检查一下，马上就让你过了。我说你这个保安啊，你看连新娘车你都敢拦，等一下你耽误了我的良辰吉日的话。 你负责不起呀、啊！那人命关天呐、啊！我必须要仔细检查。如果说丢失了一个人，放走了一个人，那我也负责不起。我说你这个保安呐、啊，赶紧放行了、啊，我急着回去拜堂啊！拜堂，我再看一眼，看到没有？只有一个新娘，怎么那么眼熟呢？这个女孩子，你赶紧叫她下来。真的是，很像我们村的那个哦。 赶紧！这个保安这么麻烦的，大喜日子，看到没有？哎，这不就是我们村那个娟娟吗？什么？什么？你们村的？他就是我们村的，他怎么回事？怎么跟你结婚呢？我说你这个保安呐、啊，是不是你那个眼睛有问题啊？喂，醒醒啊！他怎么晕乎乎的？醒了。 这个臭保安，我也不跟你装了，也不跟你废话了，我也不是什么狗屁新连官，我就是一个亡命之徒、人贩子，刚才我就在你们村那里门口那里把他迷晕了。你也够猖狂至极的，还懂得乔装打扮，你还想瞒天过海吗？我说你一个小小的保安呢、啊，识相的。 你就赶紧把老师放过去，要不等下我连你一起抓了。识相的，你赶紧去投案自首，还能减轻你的罪行，不然的话，你下半辈子就在牢里面过。投案是小，就凭你一个小小的保安，敢指使我去是小，门都没有。保安，保安，保卫一方平安。今天我必须要解救他。行，你要逞英雄是不是？ 那你就不要怪我老实，心眼小啦。那行，今天我就要为民除害替天行道，收拾你这种社会毒瘤。妈的！带我！臭保安！什么社会的，你还敢进村来抓人？知法犯法，这可是要坐牢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小小的保安。
别讲叫你懂一点点三脚猫功夫，你就在这里撒野。保安保卫，保卫一方平安，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，我怎么能容忍你为非作歹？妈的，我呀我啊啊啊哎呦，这主人呢，给机会不懂得珍惜，哎呀，还执迷不悟是不是？哎呀我呀呀哎呦哎呦哎哎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闯。妈的，哎我啊这里等等哎呦哎呦哎呦哎呀，我看你嘴巴硬还是骨头硬。有保安，看着哎呀有宝啊！我的脚啊！你难打吗？我老师的闲事，我说你这个保安，你管得管地就行了。你管我的闲事，现在知道多管闲事下岗了吧？赶紧去找万只手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口爽啊！妈的！哎呀！我逼死你！逼死你！不能走啊！不能走，不能走！你逃不过法律的制裁了，赶紧把他放下来！妈的，不能走啊！妈的，去死吧！不能走，下来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有没有人啊？不能走啊！逃不过法律的制裁的。救命啊！这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人呢？大勇啊！人呢？真的是对不起啊！对不起有什么用？人呢？你老婆被一个男的抓走了。哎呀，我说你把我干什么吃啊你啊？都怪我无能啊！我不够那个人贩子打，他把我的脚给打断了。真是，你叫保安，我跟你说，如果我那个老婆找不回来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没缘。真的是对不住啊！不过我记住他的车牌号码了，记住什么？他车牌号是733尾数的。733，先帮他打电话叫约束，把他派车过来，然后再打电话报警。我已经报警了，叫他过来。哎呀，喂，120吗？啊，对对对，我这里旺旺村，赶快过来，这里有一个人受伤了。行，快点过来啊！啊，这个啊羊头木根这里，行，那你快点过来，行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村那个保安系统，就因为像你们这偷懒了，真是的，让那些坏人有机可乘。我跟你讲，现在我没时间跟你在这里耽搁，我先去追，回头再找你算账。等着，追了，走了。哎呀，这个120吧，真的是对不起啊，都怪这些人贩子太猖狂了，我不够他们打，以后我一定要加强训练。